你别过来，我不卖身，我不是这儿的，是他们搞错了。你卖也罢，不卖也罢，好好伺候好爷，日后陪我大梁君子。呸！我不卖身，我也不随军。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 见过的漂亮姑娘多了，要干什么？就数你的腿，别动我！细细白白又结实，别动我！干什么？ 让你来的，有点意思。小姑娘，你怕吗？你是自己来的，还是芸娘派你来的呀？ 你就是黄勇黄校尉，正是。那城西的冤家也是你带灭的？什么冤家狗家？这个城里只要有钱，就都是我黄勇的。听到了，他是梁军的千户，刚刚打了场胜仗。 还屠了个城，今朝过后，被他选中的姑娘，都会被带进军营。在那里，所有的姑娘，活不过三天，当然也包括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！来，咱们一起双飞。 黑夜一起来，生如蜉蝣，朝生暮死，还真够有味儿的啊！ 你杀的人太多了，有人倾家荡产，只为买你一条命。我买呀！ 咱们也尝尝鲜血是吧？你们说啊？
死了。你怎么办呢？这屋子里只有你。你想，他的手下会以为是谁杀的呢？人是你杀的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呢？小妹妹，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一命，说话客气一点。哎，姐姐，救人救到底，您就把我一起带走吧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是想用钱财买一条生路吗？我没钱。那我凭什么救你？如果是在别的地方，我可能会发发善心，可现在外面一群虎视眈眈的武将，跟他们打起来啊，怕是会弄疼我，而我呢是极其怕疼的，所以小妹妹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不行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能走。你要是敢出去，我就喊救命了。喊呢？外面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。可是，你不是说你怕疼吗？有意思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次机会。日落之前，如果你能脱身，就到镇西边的乱坟岗，那里会有人候着，候着一群可以将人生交付给鬼化城的姑娘。鬼化城？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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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日落为界，如果你能赶到那里，就有人带你进入鬼化城，你只有这一次机会哦。黄校尉也交谈好久，进吧进吧，来来来来，校尉大人，我给您送好酒来了。校尉大人，快追！